在烟台市中心的烟台博物馆新馆里，保存着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为烟台张裕公司的一副题词，上书品重笔全四个大字。据说这是孙中山先生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企业题词，属国家一级荣誉。中山先生能为山东烟台的一家公司题词绝非偶然，这事儿还要从张裕公司的创始人张弼士说起。张弼士1841年12月21日出生于广东省大埔县，是客家人。张弼士的父亲张兰轩是道光初年的秀才，因家贫，张弼士只跟着父亲读过3年私塾。自明朝以来，广东的客家人就有下南洋谋生的传统。1856年，张弼士才15岁，就离开了家乡广东大埔，到汕头，以居改的身份前往和州东印度的首都巴达维亚，也就是今天的印尼的首都雅加达，做了3年的苦工。此后，张弼士在那里的一家福建人开的土产商店做店员，后来在那家店主的支持下，1866年张弼士独资创办了裕和公司。此后，张弼士的事业拓展到南洋各地，在荷兰殖民地印度尼西亚开办裕兴公司，从事土地垦殖；在英国殖民地马来西亚创办东兴公司，开展商业，开掘锡矿，经营药材，种植橡胶，雇佣数千人。说起张弼士如何能在异国他乡把事业做得这么兴旺，除了靠他本人的天赋和辛苦之外，相传还有一段趣闻。1596年，荷兰侵占了印度尼西亚，1621年把雅加达改为荷兰名字巴达维亚。张弼士来到巴达维亚，曾在一家华侨开办的酒吧做二掌柜。有一段时间，有位年轻英俊的荷兰军官常来喝酒取闹，还经常赖账。伙计们气不过，有意难为他。张弼士仔细观察，认为他不像是一个无赖之徒，似有难言之隐，就让伙计们让他赊账，以礼相待。几年以后，张弼士突然接到荷兰总督府的邀请，说是新任的总督要见他。见面以后，张弼士才知道，哦，这不是就原来在我的酒店喝酒的青年军官亨利吗？啊，原来他出生于荷兰的皇族，根据规定呢，他要在南洋当兵以后才能委以重任，他不得不放弃在本国的优越的生活，远渡重洋，举目无亲，难免有些消沉，借酒消愁。他得到了张弼士的优待，深受感触，感到呢没有脸面的这么样混下去不行，他就奋发图强，以后呢就成了南洋的总督。这次召见他呢，就是为了答谢张弼士对他的厚爱，他们从此呢就结为至交，对张弼士的事业呢多有关照。张弼士虽然富甲一方，仍能切身感受国家贫弱导致华侨在海外遭受的屈辱，他全身心地投入到所办实业之中。张弼士以诚待人，礼贤下士，终成为南洋诸岛的华侨领袖。在南洋31年间，全盛期资本达8000万荷兰盾，号称亿万富翁。荷兰当局赠予他阿兰惹拿苏勋章，并准备授予重要官职，却被他婉言谢绝。张弼士对朋友说：“如华人当为祖国效力也。”然而，当时保守的清政府虽然早已开始洋务运动，兴办了一批国有企业，却还不允许民间自由办厂。出身低微的张弼士是很难回国投资的。机会终于来了，
1892年驱使英国钦差大臣龚兆元奉命考察温美，来到了槟城，会见了张弼士。通过交谈，他惊奇地发现张弼士非商界中人，乃天下奇才，因此呢，他就向朝廷推荐，并致函李鸿章，说张弼士啊才可大用。1893年，张弼士呢被任命为这个槟城的首任副领事。要不是中国比外国人咁睇小，佢真系唔想翻嚟。佢东南亚、印尼、马来西亚高官厚禄，有食有着，就是他家乡情重，民族深重，他才至付出他整一生成功的积蓄，成功的名誉拎了回来我们黄土大地中国。其实张弼士心中孕育了20多年的一个梦，就是要亲手酿造中国产的葡萄酒。1871年，张弼士参加雅加达法国领事馆的一个酒会，领事用法国上等葡萄酒招待张弼士。领事说1860年他曾随英法联军到过中国，发现中国北方的天津、烟台等地土质、温度等非常适合种植葡萄。法军侵占烟台时，发现漫山遍野的野葡萄，士兵们用小型压榨机榨汁酿酒，造好的葡萄酒给他们留下深刻印象。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，张弼士默记于心。时隔20年，1891年，张弼士应时任登莱清道道员兼东海关监督盛宣怀的邀请，到烟台商办矿务铁路事宜。张弼士既启用了法国领事的话，便与盛宣怀谈及要在烟台开办葡萄酒厂的想法，得到了盛宣怀的支持。1892年，盛宣怀调任天津海关道兼海关监督，张弼士请盛宣怀转奏李鸿章申办葡萄酒公司，同时投资300万两白银开始筹办。1894年，申请获得批准，这就是百年企业张裕酿酒公司的开始。1895年，张弼士在烟台创办张裕酿酒公司，得到清政府的批准。他的这个奏办烟台张裕酿酒公司的章程声明，本公司呢是奉旨准予专利15年，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，无论华洋商民，不准15年限另有他人仿造，以免篡夺。张裕葡萄酒，第一是用我们张家的姓氏，姓张；第二，裕是丰衣足食，为之丰裕。张裕公司建起了西式叠柱的大门，可是请什么人来提一个牌匾呢？有人提出应该请时任清廷户部尚书、军机大臣兼光绪皇帝老师的翁同龢题写。张弼士连呼天和无意，而翁大人也果然答应了。"张裕酿酒公司"6个大字，每个字只收了润笔费50两白银。中国的古诗中虽有"葡萄美酒夜光杯"之说，但张弼士遍查古书都无法找到酿造葡萄酒的具体方法，他决定聘请外国技师。张弼士为张裕公司先后聘请了5位酿酒师，其中有的是没有来，有的是因为种种原因就走了。那么其中值得一提的就是第4任的酿酒师，叫做巴布，他是奥匈帝国驻烟台的副领事，他是酿酒世家，从小就跟着父亲学会了酿酒。他毛遂自荐来到了这个张裕公司做酿酒师，
他对整个公司的贡献最大。达宝的父亲是位酿酒专家，曾发明过测定葡萄汁的糖度表，后人称为达宝糖度表。达宝同时还担任着奥匈帝国驻烟台领事馆的副领事，因此张玉不仅有了一段外交官兼任酿酒师的佳话，同时还留下了外交机构建在公司里的传奇。有文献记载称，因为张玉公司的工程师是奥匈帝国名誉领事，所以在厂区设立领事馆。1914年，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，达宝应召回国，不知所终。俗话说，酒越陈越香，葡萄酒尤其如此。1894年到1895年，张玉公司修筑大酒窖，经过三次重建才最终竣工，成为当时亚洲唯一的一座大酒窖。大酒窖内部面积近2000平方米，窖深7米，可藏酒100万升。存酒的橡木桶也是酿酒技师达宝从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引进的。有了再好的酿造设备和酒窖，没有葡萄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。张弼士派人取烟台东山南山的土壤样本，邮寄到法国和意大利。经过两国专家的验证，确定烟台周边的山上确实拥有栽培优质酿酒葡萄的土质。随后张弼士以朝廷命官的身份，在烟台东郊购置土地285亩，在南郊购置930亩，用来修建葡萄园。直到今天，烟台还有一条葡萄山路。葡萄园呢，距离发酵厂有10几里的路程。在葡萄收获的季节，公司呢专门组织了一支葡萄挑子队，挑夫们都是清一色的山东大汉，每个人都挑着100多斤的重担。熟悉路来呢，还要脚轻肩稳，挑子还要颤悠起来，而葡萄还不受挤压，场面非常的壮观。1896年，张玉公司酿出了第一批白兰地和葡萄酒，但张弼士并不急于出售，而是把酒放入地窖储藏，历时18年之久。直到1914年，上海大医院英国医生柯某化验分析，认为张玉酒已经达到色醇味醇的标准，才申请了商标，注册为双麒麟牌，投放市场。直到达宝离开烟台，这位异国酿酒师为张玉公司留下了白兰地、葡萄红酒、葡萄白酒三大类，共计15个品种。那个时候呢，张玉很重视广告的宣传，每逢节日用大型的卡车载着装潢精美的巨型酒樽走街过市，沿途向人们分赠装有1两酒的小瓶白兰地，用来招揽顾客。有一次上海申报登出一则征联广告，以5月黄梅天为上联，悬赏500大洋，征集下联，最后揭晓的结果呢，却是张玉的一款酒，为3星白兰地，既对仗工整，又意味深长。张弼士不仅力主企业所走的实业救国兴邦之路，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支持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同盟会之革命义举，素有红顶商人的美誉。1910年，为筹备黄花岗起义，张弼士资助白银30万两。武昌起义后，张弼士以南洋中华商会的名义又资助福建革命军7万元。1912年8月，以卸任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接受袁世凯邀请赴京会谈，
他从上海启程，沿水路北上。8月20日，当孙中山乘船途经烟台港时，他命轮船靠岸，并下榻烟台山下的俄国克利顿饭店。时间过去了整整100年，那座由当年俄国人修建的克利顿饭店依然完好，中山先生住过的房间还在，他已然眺望烟台街景的欧式小阳台还在，只是人去楼空，留下的只有港城对这位伟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这一天，孙中山先生来到烟台商会，表达了他对张弼士等烟台民族工商人士实业救国的称颂，欲商业兴旺，必从制造业下手，如本部张裕公司设一大造酒厂，制造葡萄酒，其工业不亚于法国之大，将来必可获利。孙中山还亲临张裕公司参观，并留下了品正礼全的题词。礼全这个话呀，出自礼记，天降甘露，地处礼全，品重礼全，一语双关，既表达了孙中山对张裕葡萄酒品质的赞美，又肯定了张弼士先生实业兴国的卓见，或对当时张裕公司在推动中国葡萄酒发展方面所做努力的一个赞美。此后多位民国政要青睐张裕，纷纷题词。大总统袁世凯、大总统黎元洪、大军阀张宗昌、国民党要员孔祥熙、宋子文、张学良将军以及清末思想家康有为等，都为张裕留下了墨宝。仅从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要员题词，张裕身价之巨可见一斑。1915年，张弼士和上海实业家聂其杰一起发起由美商业报聘团，张弼士任团长，民主人士黄炎培担任报聘团的秘书，参加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纪念巴拿马运河通航世界博览会。期间，张裕公司的4种酒在博览会获奖，其中可雅白兰地获得金奖，从此更名为金奖白兰地，并延续至今。在颁奖典礼上，张弼士激动地流下热泪。在华侨社团的庆功宴上，张弼士说：“唐人是了不起的，只要发愤图强，后来居上，祖家的产品都要成为世界名牌。”张弼士事业的成功，除了他个人的奋斗之外，还有一条对他影响终生的家传祖训。在他广东大埔的祖居，保存了一处建筑——五芝堂。人、义、信、勇、谋，呢5个字系我哋张家，特别系张博士，佢叫下一代后代嘅子孙，系用呢5个字去对人对事，甚至经商都要用呢5个字去做，系为本，我哋张家嘅守则嚟嘅。1916年9月12日，张弼士终因积劳成疾病逝于雅加达的荷兰皇家医院，享年76岁。根据张弼士叶落归根的遗嘱，灵柩从雅加达运回广东老家，所经之地人们以各种方式悼念致哀。在张弼士的老家大埔车轮坪村，治丧活动长达7期49天。孙中山先生闻讯后，派代表进献花圈，挽联上写道：“美酒获金奖，飘香万国，怪杰赢人心，流芳千古。”解放以后啊，张裕公司成为国有企业，继续担当着中国葡萄酒业这个龙头，而且国宴用的葡萄酒基本上都是张裕的。毛泽东同志就在一次会议上指出，要大力发展葡萄和葡萄酒生产，
让人民多喝一点葡萄酒。张弼是实业救国兴邦的思想不仅造就了张裕，而且还影响了烟台一大批民族工商企业的发展，诞生了不少